我们很多人做事情总不是那么如意，做了很多事情还解决不了问题。有一个老师问同学们，我们人要喝开水，如果生火生到一半柴火不够，那么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有的同学说我们赶紧去找，有的同学说我们去借，我们去买。老师说你们为什么不能把壶里的水倒掉一点呢？这就是告诉你们，我们人要懂得舍才能得。很多人为了得到但是又不肯舍去，那你永远得不到。所以要舍的人才能得，叫舍得。今天我们舍去身上不应该拥有的缺点，你会得到别人对你的爱。你今天就是对父母亲和对妻子对丈夫，你舍掉自己一点疲劳，多为对方想，多为对方做一点事情，你一定会得到他对你更真诚的爱。这就是懂得人生要舍去人生的名利，你会得到人间更多的如意。